是，我是幸福小精灵 Erica。对，我们现在呢，带好多好朋友来到了彰化的葡萄哥哥葡萄园哦。然后它这里哈、哦、都是有机的，为什么？你看啊、哦，等一下我会让你看到这里面很多鸡，很多鸡叫有鸡。对，三鸡放三鸡嘛。对，因为我跟你讲啊，老板有说哈、哦，要是不小心捡到鸡蛋或鸭蛋，可以带回家，这样你懂我意思吗？好的，我现在马上转换镜头给你们看哦，怎么捡葡萄、摘葡萄。哎，顺便捡鸡蛋，我们大家。捡鸡蛋。耶，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向大家，然后顺便去采访大家。看，我这边有看到一串葡萄这样子。他们都是用包的哈。当然，所以他们是有机的。防虫害这样子，里面包的都是一串一串的葡萄。哎，怎么那么？哦，对，一串一串的葡萄。有没有看到葡萄？没有，因为被塑胶袋包住。你给他偷，哎，可以吗？可以偷偷看，偷偷看里面。你干嘛掀人家葡萄的裙子呀、啊？不掀怎么看得到、啊？你是裙子、啊？不掀怎么看得到、啊？掀裙子、啊，葡萄的裙子。啊，耶、oh, yeah. ！这个地方不是有裙子。嗨，你好。不可能在这里。然后来看看你们这些、啊。哎，他们都不会怕人耶。我比较怕你，怕被你啄。哇，这边已经现场有人在。哇，这边才那么多。一只手接着，一只手接着。请问是要拿回去卖吗？哇，真的，耶，采葡萄，耶。好，大家都在忙，没关系，我们来啊。直播摄影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状况，我们都偷。我们的头上都是葡萄。系啊，棚架。这边好多鸡。Hello，Aloha。耶、yeah, ，你们好自在啊、哦！大春香，对他刚才说大春香，大村村庄的村，我刚才有查过了，大春香，这里是彰化县的大春香盛产葡萄，我的头上都是葡萄，哦、都是用白色的纸袋。包着的都是葡萄，好、哦，这里方圆几十里吗？还是应该不到百 ？OK， 哇，真的很有趣。它的高度差不多一个人的高，棚架架的差不多等于一个人的高度这样子，耶、yeah。而且这里面还有养鸡，大家看见？前面好多悠闲的鸡，这吃这里的鸡肉应该都很健康，好、哦、不会有什么莱特多巴胺，哎，不是，那是猪，这也是鸡，鸡猪不分 ，OK， 哇，它那边好多鸡在吃饲料，哦，没想到葡萄园里面不只种葡萄，还有养鸡。真的是老板的头脑真的是很好，我来看一下鸡在觅食在分食，我不要太近打扰到他们，等一下我被啄。哇，真的好棒哦，我们现在所在地点是我们的彰化县的大春乡，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呢游览啊，来采葡萄一日游，然后老板同时在他的葡萄园里面也种，哎，也养了很多只鸡，应该有百只吧，好，因为散落在各地 ，OK， 好棒哦。然后上面是葡萄，上面种的是葡萄，下面走的是鸡。我们两个各自分道扬镳，你抱你的，我抱我的。
前面有一群鸡，一群鸡在分食。对啊，他到时候他们会不会吃一吃，然后不小心就生下鸡蛋嘛？会啊，赶快捡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大家捡蛋捡不到，我们要是能够捡到一颗蛋，我们就很红了。听说来采葡萄送你鸡蛋，可是你要自己捡。没错，要自己捡。耶、yeah, ，好棒啊！这里真的真的很不错。对。整片都是，没关系，yeah. 对，他们都在觅食，都在飞，是种子吗？哎，厨余，哎，还有番茄耶，鸡也可以吃番茄，好棒！啊，是不是很棒？哇，我们的伙伴都在前面采葡萄，好棒哦，是不是？好，等一下看有没有机会，我们来采访一下老板 ，OK。